酋长夫人手中拿了一朵彼岸花，很多小伙伴说酋长夫人她是人类，错，其实酋长夫人她并不是人类，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酋长夫人在角色中排列第四。如果你们觉得酋长夫人长得非常漂亮，请点一个赞。今天根据我和学姐在迷你宇宙中的研究，我们发现酋长夫人原名叫做酋长夫人艾琳，并且她有一个技能，可以闻到别人身上奇怪的气味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人类肯定不拥有这种技能。在评论区中扣出6541，你将会知道她为什么可以闻到别人的气味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官方大大更新了一张图片，从这张图片中我们发现前方的这三个人，他是熊孩子妮妮和卡卡，没有错吧？而后面的是酋长和地心人。很显然，地心人他其实就是酋长夫人，因为这张图片他是一个全家福，而酋长夫人他就是由地心人变的。不信我们给你看一下迷你宇宙中的一张全家福，没有错吧？就是刚才的五个人。所以说酋长夫人就是这张全家福上的地心人，而酋长夫人她不属于人类，你们知道了吗？